是之前就已经就认识了吗？还是说今天在这边才遇到，然后才认识的亚燕？其实我跟菲利之前在戏剧上有合作，然后看很多动画的戏。对，所以其实跟大家的接触其实比较以戏剧为主，但是第一次以比较音乐的身份、歌手的身份站在台上，然后跟大家见面，然后还可以很有世界观的跟韩国、跟日本歌手一起，我觉得大家开心。是没错，那也想问一下那个吉川佑，来到这一次来到台湾，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，想跟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开心，好喜欢台湾。哇，中文很好哎。对，没有没有，谢谢，学了一些中文。那君年呢？听说昨天君年有去逛夜市，而且逛了2个小时哦。好玩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是不是要交给我们的媒体联访？做个媒体联访。